第一部是叫做《太太的情人》，後來的票房好像六七百萬，那時候很厲害的，那時候因為你又沒有卡士又可以收幾百萬，我就見到屁股，女仔就都是全我，大家沒有那些什麼進入那些，沒有射下摸下上半身那些。後來知道這個片拿了去理工學院做教材，關於燈光攝影那些，所以後期我在街上很多學生叫我打招呼，我們經常看這部戲的，我說那麼捧場你們，不是我們學校拿了來做教材燈光那裡，那你看得清楚一點，慢慢看，你們因為很多粒線打燈是很花時間的。